第三支影片角色演示啊，前面两支影片是精灵法师、人类战士，好，这次我们就换刺客了，精灵刺客、人类刺客。那种族的部分呢？精灵都是暴击，人类都是增加攻击力。在黑暗中捍卫光明。那精灵刺客感觉比较不错，编辑外观，精灵刺客发型都是很，就是比较阳春一点的造型选择而已啊。时装，来吧，进来了。欢迎来到蓝色大地。哎，还没有模组的样子是不是？我记得露娜是有模组的啊。就动身探查吧，前方会有派遣队员接应你。前方哨塔已被据守，要看他活得够不够久，有没有资金去更新。点击攻击按钮，开始战斗吧。刺客，最早期捉鸡版，最原始的版本刺客最强了，后来就没有了。以前刺客可以无限闪避啊。去前面看看吧。我的宠物被抓走了，能帮帮我吗？雀巢语音还是有一些落差的、哦。其实我还是觉得角色要有一些语音比较好。宠物技能。冰石撞击。后面跟着一个石像小尼，那是我的小跟班，他也可以放招啊。去找，待会要去找露娜女神呢。点击主线任务，点击拍照按钮，大陆到处都是美女，拍个照，拍照分享给朋友们吧。露娜女神，我已经到了阿克的居民，反击即将从现在开始，去吧。女神大人的祝福，哦，资源下载，变，变身了，这游戏有变身系统。其实氪金倾向还是蛮明显的啦，你看除了有变身系统之外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待会看一下宠物，这只还不错耶。你没有飞行坐骑吗？你先用我的吧，飞上哨塔小心哦。哥吉拉，哦，刺客啊、哦！打乌龟，海龟壳。你没有飞行坐骑吗？你先用我的吧，飞上哨塔，小心哦。宠物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有机甲的，初代机、二代机，红色的、哦，红色应该是最。最强的，也是最花钱的。冒险家，要拿一把武器吗？送武器了。明天记得来这里领取极品宠物，登录即可领取哦。扫除。前方哨塔已被据守。也是送装备。游戏有自带贵族系统，航道16，对 ，VIP 16，独有头像。VIP 16，我这辈子无法到达的高度。点击强化按钮，立即变强。打这只啊！哼，看起来好蠢哦。现已戒严，请在此登记一下，签署你的名字。啊，你就是那位冒险家呀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？你好，你接命运之轮已经开始转动，一切是非因果都如约流淌，你会看到所有真相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这位冒险家，来看一看，瞧一。请沿这条路往前，
女神大人已等候你多时。狐狸签到，绑钻，勇敢的冒险家，穿透刺激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感觉刺客这只角色没有氪金很危险呢，因为它都是近身的，毕竟这款游戏已经把它免洗化了嘛。卡托训练一下，看起来也不像可以打技术的样子。卡托训练，搞不好撸进去很快就挂了。我还是觉得选个远程的法师吧。这股爬行怪物的新闻，点击锻造装置，点击强化按钮，立即变强。主线任务。那么角色演示就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